给西格里先生讲。好，有限公司的刘经理，节目部刘经理，捐赠啊，摄像机 S 台给我们，助我们协助我们彰化市公所。然后，咱工作好一边的买摄像仪啊，哈，来协助这些啊难易的患者哈。啊，引起各界的企业家来捐助，啊，包括有乳清蛋白、乳衣菌这种高蛋白质，哦，因为让赶快产生抗体，抵抗疾病，快点康复起来。那今天我们更高兴的是，我们彰化的凯擘频道新频道又捐赠了20部的摄像机，那我们也感谢啊，益星公司啊捐了这个啊透易的快筛剂。啊，透过啊黄秀芳立委来转介啊，捐给彰化市公所1500支，诶，这个唾液的快筛剂，因为囡仔啊，也是动健康，动个爱就惊，而且用唾液诶准确度啊，不输这个啊这个鼻孔的快筛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种善心的啊两家公司，有一心的啊生技公司，还有我们彰化凯擘新频道。非常感谢，咱希望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这边的疫情会当紧快快的退去，让我们早日的恢复啊正常的生活。在立法院，我一直都在卫环委员会，那也有很多我们善心人士哈，希望说在疫情这段期间，能够协助地方政府这个捐赠一些物资，让地方政府在防疫能够更顺利。所以也感谢我们益星公司捐赠的这个快筛试剂给彰化市公所，还有分园乡公所。那疫情应该也快要这个慢慢的退散，那所有民众应该也即将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戴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让我们共同这个防疫新生活让大家尽快的恢复正常。益星公司捐赠了血氧机20台，谢谢你们的善举让我们帮助有特殊需求的病患。公司益星国际公司对不对？我们的凯擘新频道有限电视公司在不在？在。我们祝我们协助我们彰化市公所。我这彰化市公所。彰化市公所在。不是办，新义公司，新义，新义国际公司，在不在？在，过来。我们的凯擘新频道有限电视公司，在不在？好。好，谢谢。血氧机啊，捐赠血氧。